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地问一声，哦，你也在这里吗？张爱玲，二最可厌的人。如果你细加研究，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人。张爱玲，三，生命有他的图案，我们唯有临摹。张爱玲，四，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，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，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，再看见海，先读的爱情小说，后知道爱。张爱玲，五，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，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。张爱玲，六，个人即使等得及，时代是仓促的，已经在破坏中，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。张爱玲，七，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，引人入胜了，而主题永远悲观。张爱玲，八，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达零用钱的程度，那是严格的实验。张爱玲，九，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时间和机会，不要做的事情总找得出借口。张爱玲，十，一个人如果没空，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。一个人如果走不开，那是因为不想走开。一个人对你借口太多，那是因为不想在乎。张爱玲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